只是听我你的世界并没有停留，只偶尔听说谁说关于他你又会触动，眼泪又滴落声动，太多的话都变沉默，说的话有没有兑现？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？谁又让你站在暴雨中的街角淋了整夜？曾别的广播的每个路口，为何你停留不走？低头想了很多，每一句 goodbye goodnight 慢慢堆叠变成无奈，他给的伤害还在，变成了梦你醒不来，他只是紧握你的世界并没有停留，只偶尔听说谁说关于他你也会触动，为他而学着唱的情歌他早忘了，但是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摆了前几位，看他的前奏弹了分了又何，谁会在意你呢？他早都忘了这一句对你始终折磨，你所有的所有只剩下他一个，可这种感受有谁能懂，请你的照片和留言全扔进来，谁又会来当你的树洞，他只是紧握你的世界并没有停留，只偶尔听说谁说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还没有放弃嘻哈梦想成为 C 咖的32岁白 rap。我可以介绍了吗？呀、yeah, ，其实我是不好意思，其实我是一个唱民谣的未民谣啊、今年39岁，然后我不单有的时候偶尔会弹弹吉他，我还要经营我的那个民谣的一个小旅店，这个你去过你应该知道。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跟 No 作 No Die 有很深的一个缘分，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哥哥叫魏全能，他曾经差一点就出道了啊，很遗憾。然后今天其实我是带着他的梦想然后站到这个舞台上的，谢谢。我是一个全能艺人，自己就可以出道了。你一直在垫底，底团在隔壁，你往那边努努。关于他的不用聊这么多，你哥刚来过了。哥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哥他只是经过没有停留。我哥所以武林三道没有被顶牛，那现在就要 solo。 我们的 solo 真的就只有一个人 solo。我替我们道长 solo 吧。道长，五迷三道道长。哦，道长，那就让魏真人先来吧。魏真人，你不是道长吗？魏真人，你先来。哎呀，太遗憾了，很想多看看白 rap 的舞台呀。梦想跟痴心妄想是有区别的，哥。我记得，我记得。你们为什么要叫五迷三道啊？
因为我们不招塑料，所以我们不。